我常常要试很多洗发精，然后跟消费者介绍什么洗发精好用，对啊，你们要怎么用它。但是其实常常在测试这些洗发精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头发跟我的头皮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伤害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当我可以回归正常属于人类生活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好好的保养我的头皮跟头发，用头发的营养料理来维护我头皮的健康跟发质的光泽。头发的营养料理，所以你现在是在讲这个吗？发的料理，对。我跟你讲，你看这形状像什么？它只用那么一，只剩一点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少很少。通常会用到完，对，我很少，因为你东西太多了。我很多都搬去办公室了，因为我不想要我家太多东西。这个好美啊，它就是纯米瓶，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像一粒米？它是米糠原液。米糠的营养价值大家都知道吧？对，1000颗米糠，他们才滴出那么一滴滴。所以你要想，这一瓶几沫啊？你看我这个动作就知道老花。350沫。350沫，你看它要多少千多少万才能滴出这一瓶350沫？它对头皮来讲可以维持一定的pH 值之外，还可以保养头皮，但是也不会带给头皮负担。重点，头发会有光泽。真的啊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通常会让我留下来的，一定是洗头发有感的哦，对，然后隔天又蓬松，通常这种就是比如说哦，纯米啊，或者是纯植物啊，这种通常都会很难洗，就是头发会卡住，对对，下下，像那种天然的有没有？对，会下下，对，都会下下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个不会，是非常柔顺，嗯，我个人觉得洗发精就很有感。日本女生呢，都是用米糠来洗脸啊，用这种很天然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它是来自日本的嘛，因为我看后面写日文，来自日本，现在台湾好像有了，因为我是去年就有了。旁边那个是它的护发，护发也是，护发也是，哦，对，就是有同系列可以选，对，然后都是纯米，哎，老师，纯米型，你要干嘛？啊，我发现，你要挖我家什么东西？这个，哎。这个是小米耶，哦，对，小米，小米，我跟你讲，小颗米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跟它是同一个牌子，对不对？同一个牌子，摄影师退，你知道这样，这是对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洗完头吹干前，好，然后你看我们这样涂上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叫你冲完水，你再摸，你的皮肤会变超嫩。然后它就散去了，对，哦，好，然后你甩一甩，你自己摸。然后你看你自己现在两只手，给摄影师看，哇，那个光泽，就是光泽，而且这一瓶我会说它分子很小，然后真的耶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这边就是抽抽很干，然后头发的光，你皮两边的皮肤光泽度就不一样，它是分子非常小的，然后它可以让头发有光泽又抗毛躁，然后呢用量可以很少。是唯一一支在市面上就是纯米型米糠原液的洗发精。米糠呢，其实是米里面最有营养价值的。然后其实它是市面上唯一一支把它做成头发、头皮，同时可以做到保养，延缓你头皮的老化，然后维持你头皮的这个保湿度，让头发可以很自然用发的料理的概念。来做头发的维护跟头皮的维护，因为头皮跟脸是同张皮，大家都知道。当你的头皮的保湿度不够的时候，脸就会垮下来。哦，对，大家都知道头发碰到水是绝对梳不开的，涩涩凹，梳不开嘛。对，凹耶，凹凹。那它可以每天早晚洗吗？可以每天早晚洗，因为它是最天然的。比如说像生完小孩妈妈好了，头皮很容易会有问题。然后其实是因为有时候是因为太干，有时候是因为敏感，对，那有时候又因为过油，所以你们选择的洗发精，它比如说化学成分多了一点，高了一点，你的头皮毛囊就会发炎受损。那这个时候你的洗发精如果又选择不对的话，其实会加速你头皮的老化。好，刚刚是不是梳都梳不开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看。哎，怎么看呢？好厉害！没有冲水的情况之下，我头皮用最天然的方式来养护我的头皮。第二个，我用最天然的方式来养维护我发质的光泽。毛鳞片，对，然后跟它的那个强韧度，这是我今天早上自己洗的。可是其实我头发很少，然后我原本都要装发片，可是我今天没有装发片，然后我的发根还要用板夹把它夹弯，不然它是炸开的，就是它会让你的头发整个有那个生命力跟丰盈度。现在你要去冲水，我们会帮你用护发，等一下回来还要跟大家分享
另外一瓶他们真的超级无敌宝物，真的、哦、就超有感耶、yeah, 香喷喷啊，是冲完水然后顺便洗个澡，洗个澡喝杯酒，冲完水然后还使用的护发素，护发素对它的同一种的，就是一样乳白色的那个纯米瓶的这个，然后包含等一下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纯米瓶头发美容液，可是它的使用量确实可以比摩洛哥有再降了60%以上，但是它的效果跟光泽度轻盈度高出摩洛哥有半以上哦，但它的价钱也比摩洛哥有亲民哦，因为它里面含有99.6%的米糠原液，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有那个两层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个米米，还有吗？有看到米吗？哦，有有，因为台湾气候的关系，所以这一瓶油在我们洗完头、做完护发或者是润湿的动作完之后。吹大概5分到6分干。我平常用完护发是没有擦这些油，我是不可能吹头发。护发阿倩要几滴？老师，我刚甩了3到4下，只有这样而已。一点点，一点点不够，不够，一点点。你相信我们，不要那么浪费。推开，哦，推开它，基本就会看不到整个油在浮在我的没有那么厚哈，轻轻很透的一层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尾巴。上面的地方我会建议是虎口张开，表面滑下来，轻轻的就可以了。但是这种台湾这种接下来的气候，比如说梅雨季节啊，或太热，对于自然卷毛躁的人很容易炸开，对，很痛苦。对，早上起来头发都是整个超炸的，我们都是超想安全。对，它很好好安全。然后这瓶再给你，都不能流汗。我也有炸哦，我超炸的。新梅姐，我给你一档，我给你一档，就跑起来了。台湾买得到吗？买得到哦，买得到，买得到，而且价钱非常亲民。真的吗？对，1000元以内有找。哦，对，我们就吹它，对，吹它。哇，好美的头发哦，好美哦，头发转正面，转正面。这个是洗发精 ，OK， 对，然后这个是护发素，然后这个是头发的美容液 ，OK， 对，重点其实这一个洗发精最后跟大家报告是使用完之后，大概2天到3天头皮都不会有凹位，太好了，开架式，哇，开架式，可是它真的是。很棒，等一下就去买。目前的质感真的很好，选对洗护发品真的好重要。这么柔顺亮泽的发质，让人看了就好想摸一把。终于可以告别洗完头之后头发干涩打结的痛苦了，开心。